怎么改成一个范围？哎，那手机范围的话呢，哈，当然就不太一样啊。那该怎么做？首先第一个哈，因为我们要另外再做一个 function。当然我刚刚讲过了，你可以自己重打一个名称，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哈，因为有时候就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复制的话，Ctrl 键，哎，按住，这样啊，就自动复制了哈。所以其实这一招还蛮好用的，写程式会这样哈，其实不用打很多次，少打很多次。好，OK，因为其实像你看我一只手拿麦克风，其实我是单手在写程式的。好，其实写程式快慢不在于你是不是打得很快，在于什么？在于你写对就好了。程式也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对了一下就好了。OK 啊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把这个哈名称记得改成手机，哎，不要不能一样哦，所以特别重要。如果你现在一样的话，它将来插入函数啊，应该会出现错误。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它出来变这样，有没有？它搞不清楚到底你是这两个一样，所以它就会出错了，有没有？前面，所以如果你看到，假设你出现这种状态，你检查一下名称有没有一样，一样的话，请你把一样的删掉一个，这样就解决了。OK，所以常常同学问我说，老师为什么我的这个程式出现这种状况？那刚开始我看不懂，因为说真的我没有遇过，因为我的动作都是标准的。所以我从来没出现过。后来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故意做错一次，发现原来有一样的东西。所以有时候你突然问我为什么这样，说真的我也没办法回答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动作都是标准的。那我有些动作没有做的跟一样的话，那可能会遇到的错误也不一样。OK，所以这一点要请各位稍微就是，OK，然后所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名称改一下。这个地方呢，把那个手机改成手机范围，OK，补两个字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呢，这个就不用三个了，我只要怎么一个？好，一个的话呢，那刚刚后面补两个字，也叫范围。OK，那记得哦，最后这边有范围，这边也要补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边名称改了，下面的名称也要跟着改。好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你给我一个范围，所以呢。我要去接它，那理论上哦，我会先丢一个 A，A 是一个变数名称，你叫 B 叫 C 都可以，意思就是等于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先帮我什么，把你给我的引，你选好的东西呢，我先怎么样？我先丢给 A，引数先丢给一个变数，先把它放到记忆体里面。好，可是问题来了哦，你选给我的有三个，那我这边。刚刚是一二三，名称刚好不一样，我可以分开。哎，可是现在都叫 A 呀，那怎么办？哦，道理有点简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选的东西哈，有三个的话，那记得哦，它一定是这样子，里面有三个，怎么办？把它切开来。那怎么切哦？特别注意哦。第一个的话哈，因为这三个就是 A 嘛，那第一个叫什么呢？它是先列再栏，所以如果第一，所以 A 有没有？里面刮胡有点像 sales 嘛，sales 是整个工作表里面所有的储存格的哪一个？那我特别注意哦，Excel 里面的规则是先列，所以第一列、第一栏有没有？就指这个。那这个的话叫什么？A 多少？第一列嘛，后面就第二栏。这个呢，第一列第三栏不 OK 的，所以怎么改呢？很简单，记得哦，以后就到啊，以后如果你还不只是横向嘛，你要纵向的话，改法一样。OK 哈，所以我就是把这个改成什么 A 里面的第一列的第一栏啊，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，指的就是那个范围的第一列的第一栏。OK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当然就是啊，把这个先复制过来好了，偷懒一下啊，这个这样拖拉过来，然后把这边改成二哈，然后把后面东西删掉。这样子，然后这边的话一样哈，把这个删掉哈，好，然后把它拉过来哈。不过当然你可以重打哈，只是我有时候偷懒，好这样，哎，拉过来改，OK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看懂意思了啊，不要做错就 OK 了。好，大功告成，把它改成范围了。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刷一下就好，不用给三个，好，给一个就好了，OK 哈。啊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。其实本来这个东西那同学去坊间找很多书籍，
找半天没有答案，所以你们也可以找找看，网络上就是书里面有没有写，几乎没有。啊，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OK，好，我自己想出来的哦。哎，我发现 OK 了，那试一下看 OK 呢？所以插入还有个手机范围函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给一个范围，所以我刷一下，它会给我一个范围。啊，一个范围其实在 Excel 或 VBA 就叫阵列，阵列的话呢，就大括弧表示。里面就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那我把它切开来，好，然后把它丢回去，确定，O 不 OK？OK 哈，没问题，向下填满，这样的话呢就完成。所以自定函数我们两个，一个是一个一个的选取，一个是一刷一下，好啊，这个当然你要连续范围。有同学说，老师，可是我这边啊中间断掉，啊断掉就不是一个范围，不是一个范围就没有办法，好，你就要可能要断开来，你可能好。这个比较适合，就是你可能很多栏，那你要一次就选完，不然的话，你一个一个慢慢选，太浪费时间了，哦，你就用范围就 OK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请各位试一下，啊，这样的话基本上一就是公式上个礼拜的清除，这二 OK 就是丢完整的结果，三的话就是插入函数这边 OK 了哈，哦，所以总共有五个东西，啊，回去的话啦，哦，我建议你就开一个空白档。把这五个全部再做过一遍，如果可以很熟练，OK，那恭喜你，你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哦，所以这一题的话，基本上就先在这边打住。那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，请各位再开启151这一题，我们要用一样的方法再来做做看。不过这一题又会比刚刚还要来得更困难。哦啊，当然第一个啦，哈，你打开之后的话，一样，先想想看，这个地方先把这边删掉。哦啊，它其实就是把刮胡东西搬过来。如果没有刮胡，就不要搬任何东西。好，哦，给它怎么做？好，哦，这边的话呢，会需要用到123种函数。好，哦，尽量先不要看。好，哦，OK，好，哦，你可以先怎么样？先想想看有没有方法。啊，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，会不会最后变成这样？Ctrl+C，Ctrl+V。哦，但不过，因为这资料还少，OK。可是，如果你资料一多的话，你不可能每天在那边 Ctrl+C、Ctrl+V 吧？哦，不过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这样，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我们待会就教各位哈，哦，先用函数，哦，然后呢再进阶到 VBA 怎么做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 VBA 的话也是分两种，一个叫 Sub，一个叫 Function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效率啦，但是效率无极限，反正你要用最快的方法完成就是对的方法。哦，OK，那有同学说老师什么时候用 Sub？说反正你用的顺就 OK 了，这个倒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，前提就是你要针对你工作需求，你自己去想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我想这个东西哦，你也不要一直给固定一个框框了哦，反正自己做的顺。哦，那当然就是好方法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把那个刚刚的那个自定函数，关键就是那个来源是一个范围的话，哦，你可以先丢给 A，然后再把那个 A 给切割，逐个逐个丢，就会 return 过来啊。哦，记得另外名称的话一定要一模一样，上面叫手机范围，下面也要叫手机范围，否则回来的东西会是零，会没有任何东西哈。哦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好。